谢谢。啊，他们真的就是给我写的信啊，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在看，就是其实从他们的视角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在进步，因为自己可能看到自己一些不好的问题啊，或者都是他们给我很大的信心，这也是一方面。他们也都知道我跟他说的，跟他们说的话从来都没有变过。也谢谢你们，就是精心准备的这个礼物，你们说的话我一直都会记得的。我呢还是会继续努力，更好的作品带给你们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好，真的，我真的有时看到他们，有时几年前到现在，有的长大了，就有时他们变得越来越好，我特别的开心。你也变得越来越好，是又对。其实刚才听陈毅在说这些的时候，其实非常走心的，甚至我觉得从侧面看过去，这个眼睛里面是有一些湿润的。那么我觉得刚才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，我们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我们遇到各种的困难、挫折、挑战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有你们大家的陪伴。然后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继续努力，越变越好，好不好？抖音。